我轻轻地唱着，你静静地听着，我知道你回忆的场景变换着。秋天也过去了，都无法绽放了，你用最后的美安慰我，春天会再来，还要听我唱歌，听我唱歌。再看看生命中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花，我怎么能亏欠了它呀呀。我要迎着袭来的风雪，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他，无畏的骄傲呀呀呀。再看看生命中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花，我怎么能亏欠了他呀呀。我要迎着袭来的风雪，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他，我为他骄傲呀呀呀。你睡吧，我看会电视剧。快起来，前面等着我。哦。我们可以经常出去度假，全世界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。冯海，那种生活才是你应该过的呀。累了吧？来，把鞋换了。你跟秦雪说了吗？我还没有说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早晚都要说，早说早利索。我会说的。等我胳膊彻底好了，你的离婚手续也办了，咱们就去日本。好。哦。对了，你先劝他别去上班了，要不然到时候你提出离婚手续的话，闹开了也不好看。还是先让他回家吧，反正他以后也不可能再在咱们超市干了。我知道了。真是不想干了，天天累得要死，收钱收钱，烦死你可别不干啊，这个租长不是跟你也一样吗？啊，天天在这收钱。叔叔啊，你算老同志了，你走了我多麻烦呀。让你们家冯经理给我们涨点工资呗。涨工资啊，我也想啊。咱这个超市跟别的超市比，咱的工资算高的了，你们都知足吧。你们好长时间没看见吴总了哈。吴总他出国了。冯经理最近也不常来了哈。哦，我们家有点事儿。学姐，你就不该干了。你老公现在是经理，你女儿现在也是明星了，在家享福不好吗？我这不想帮帮我们家冯海吗？再说我在家里待着多无聊啊。哎，来人来人来人。你在这干嘛还不进去？我正忙着呢。
我想找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走吧。什么事儿啊？干什么呀你啊？神神秘秘的，什么事儿啊？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怎么了？超市的活就别干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现在咱们家也不缺钱了，再说佳慧不也给你钱的吗？你就别这么辛苦了。那我就在家待着多闷得慌。那你也不能只想着自己呀、啊、佳慧现在是明星，万一被那狗仔队哪天拍到这明星的妈妈是收银员，多丢脸呀、啊、丢什么脸？我不偷不抢，凭劳动吃饭。你是这么想，人家孩子不这么想啊。他是不是也跟你提过让你别干了？人家孩子不好意思说，你就给孩子长点脸吧。哎呀，那我就这么待着呀、啊、你可以去咱妈家帮他多干点活呀。那我干完这个月结完账。哎，不用，今天就回去吧。我工资一分钱不少你的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答应你了，我还会骗你吗？可是超市不是现在正缺收银员吗？你说我那地球没了你不是也得转吗？你放心，我有办法啊。赶快回去把衣服换了，回去吧。行，那我换衣服去了啊。嗯。我回来了。这才什么时间啊，你就回来了？下班了？下岗了。下岗啊？为什么？不用紧张啊，不是人吵我，是我吵了人家，是我不想干。那干得好好的怎么不干了？冯海说了，他现在挣的也不少了，佳慧也能赚钱了，就不想让我那么辛苦了。哎呦，他还真能体贴你啊。他还说如果我嫌闷得慌就来您这儿帮您干活。这不帮您干活来了吗？你快歇着。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他倒真孝顺起我来了。妈，他还说了，他以前是没这个能力，他现在有能力了，肯定会孝顺您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过得好，妈就开心了。来来来，让开，让开，让。您踏踏实实坐那儿吧。啊，以后家里的活我全包了。您说吧，擦完这地还擦啥？擦窗户。好嘞。你辞了他吗？已经辞了。那就好，让他在家先待几天吧，待安上了你再跟他提离婚的事儿。这个不太好吧？我这心里啊，男人要想做大事儿，就必须要狠下心来。你优柔寡断的，能成什么事儿啊？目标明确了，就要沿着目标不断的前进，扫清一切障碍。难道你不想发财吗？难道你不想有大发展吗？你要是不想的话也可以，那你回去吧，回去搂着你的老婆孩子穷一辈子去吧。男人穷是要被人瞧不起的，你以为你混成这样，你老婆能瞧得起你？他娘家人就能瞧得起你吗？美娟，你放心，这个婚呢，肯定离。Thank you.
真心，有时候也会怀疑。你爱我吗？爱啊。爱多久了？爱到你死了是吧？服务员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这套衣服多少钱？2800。2800啊？对，这是我们家的新款，面料很好的。您先生穿多大的呀？1.76米。胖吗？不胖。哦，那就穿 L 的就可以。您可以带回家试试，如果不合适，可以再回来换。那能打折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款打不了折，因为它是我们家的新款。行，就来一套吧。好，那您稍等，我去帮您打包。谢谢。客气。结婚纪念日，啊，哎，行行行，好嘞，拜拜。我觉得这么多年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妈，还有佳慧，一家人啊，别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。这些年我也贪玩，一直没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哎呀，你现在不挺好的吗？啊，很上进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还有咱妈，我知道这么多年她一直对我不满意。现在可不一样了，咱妈最近总夸你啊。哎，那句话说的还特文绉绉的，叫什么来着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一提你还总乐呵呵的。哎，还有佳慧，我觉得这孩子现在长本事了，都比咱俩本事大。哎呀，是啊，这孩子呀，真给咱们长脸。哎，你说那会儿他跟那个林凡退学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天都塌了。哎呀，我都不想活了。你说谁知道现在发展的还真很好。我妈那句话说的真对呀、啊，
我妈说这日子呢，就是这么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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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的，过着过着呢，这天就晴了啊，这日子呢也就好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啊，特满足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幸福来得特别突然。我丈夫呢，变好了，上进了，还有责任心了，还能赚钱了。我女儿呢，长大了，懂事儿了，还成大明星了。哎呀，我呀，再也不会觉着，在我哥跟我弟面前抬不起头了。我终于可以挺直了腰杆做人了。哎，凤儿，咱以后呢，省着花，赶紧攒钱，买个房子，咱有了自己的家。他就什么都不缺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呀？雪儿。嗯。咱们离婚吧。讨厌的啊！别开这种玩笑。我说真的。咱们离婚吧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离婚啊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跟你离婚，然后我跟吴总结婚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跟吴总说好了，我跟你离婚，然后跟他结婚。你们俩好多久了？没多久。这个心吧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去，去告诉吴美娟，让她也死了这个心。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姑娘，你说话呀，怎么了？不是说的结婚纪念日吗？你们又吵架了？他又打你了？哎呦，祖宗，你说句话行不行？你想急死我啊？妈，喂，哎，你俩回来的正好，你看看啊，你姐。眼睛怎么直勾勾的坐在这儿？已经半天了，问什么什么都不说，喏，那就这样。怎么了这是？哎，不烧啊？怎么了？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不说出来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再说你说出来，可能心里会舒服一点。是不是跟姐夫吵架了呀？那不能够。他们俩从来不怎么吵架，再说吵架也不至于这样。给冯海打电话。啊，行行行，问问怎么回事儿，咋欺负我姐了？别打，别打！姐，你这一下一下的，整一下整一下，我这你别吓唬我呀！你再不说，我真急了啊！姐，别让妈急，妈血压高，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，我们替你做主。Thank you.
门。冯海，开门。开门。数可真够大，比我咖啡厅都大。三儿，你有事吗？没事，不能来看看你啊。哎，真的，我看完你这店啊，我有一想法，就我特别想啊，我弄死你！哎呦，那边跪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打起来了？报警！报警！经理，给我报警！不要报警！不要报警！臭不要脸的，有劲儿你秦三爷给我躲远着点啊！要不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哎，我说听好了啊，这狗东西跟你们这姓吴那老板搞外遇啊！啊？是吗？是吗？我没搞外遇，我没搞婚外情。你们家二十几年瞧得起过我吗？啊！天天挤着我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有权利重新找回我的自由，怎么了？告诉你啊，我姐从小把所有好东西都给我了，你要让她不幸福，让你一辈子没幸福。哎，经理，经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哎，妈，你千万别着急啊！你血压高，这要是犯了病，这不值当的。哎呀，姐夫有可能是一时鬼迷心窍啊，他会回心转意的。这个没良心的，秦雪对他多好呀。嗯，这些年雪跟他受了多少罪啊！这一有了钱了，他就变心了。妈，你不能着急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老公，你见到他人了吗？见着了。怎么说啊？还说什么呀？先暴揍一顿再说。我姐呢？在屋躺着呢。我看她去。冯海给揍了，消消气儿吧。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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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妈，我姐好像吃药了。啊。妈！妈！妈！妈，妈，您醒了。老大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妈，你晕倒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医院。妈，您别动，千万别动啊！这医生说了，你一动这血压又上去了啊！头晕啊，血呢？心血，心血呢？血没事了，他已经醒过来了，您放心吧啊！妈，妈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晕倒了？嗯，不会的，心血，喝药了。
吓死我了。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醒了。胃还难受吗？干嘛呀？救我！我的老姐啊，你说你怎么就一根筋呢？你要是真死了，不真如凤海的意了吗？再有咱妈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咱妈在哪儿啊？她怎么样了？你心里还有咱妈？你心里还有咱们家？你也不想想，如果你这么三长两短的，咱家不就乱了套了吗？你不怕妈想不开啊？三儿，嗯，陪我去看看他。这个冯海简直是太可恶了，太可恶了！清雪，你再也不能干傻事儿了。你再干傻事儿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一时糊涂，我不会再干傻事儿。什么事儿了？怎么打我爸手机关机，打我妈手机也关机啊？你还是去医院一趟吧。你妈？我妈，她怎么了？医生，我妈她怎么样了？做个全面心脏检查吧。您的意思是，我妈她心脏有问题？先住几天院，今天太晚了。明天早晨做检查吧。好，谢谢啊。他说的不对，我没心脏病，我不能倒下，我倒了血怎么办？男人要是变了心，太可怕了。你说，要离你早离呀。你早离了血，不是可以少受点罪吗？这刚好了几天，他……哎呀，血怎么那么命苦啊？哎呀妈，离就离了吧，啊，这离了以后啊，这个雪儿能是吧省点心。就是，反正佳慧也长大了，也出息了，不用指着冯海。想不开呀，我不会饶了我爸的。竟然干出这种事儿，这么对不起你，佳慧，
别再说了。妈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别想不开啊。就算你没了我爸，你还有我，还有姥姥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怎么办啊？知道了，不会再犯傻了。终于理解你当年的心情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大舅妈，麻烦你陪我妈待一会儿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去吧，佳慧。行了，好好养病，别担心啊。你说你是不是傻？小舅子怎么下手这么狠呀？你为什么不还手呢？打吧，打够了，出了气了，也就消停了。谁呀？谁呀？我记得。啊，来了。起开。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从小到大，我没觉得你是个好爸爸，更没当过一天好丈夫。听说薛启成是美男，你知道我妈今天因为你差点没了命，还是人吗？你妈她怎么了？怎么跟你有关系？告诉你，今天开始，我还有我妈。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都别打扰他。你们俩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，放心吧。冠心病，有五六年的病历史了吧？什么？大哥，我在家没听妈说她心脏不舒服呀。是啊，医生，这种现象很平常，病人平时没有什么感觉，犯病了才知道。高血压的病人很容易得冠心病，你们是否好长时间没给老人做体检了？错。医生。严重吗？目前不严重，心脏病也很难说。你们应该有这个常识。
查出来了，是冠心病。医生说呢，这病已经得了很长时间了。你说咱们这些做儿女的，真是做得太不合格了。哥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好。咱妈现在又是心脏病，又是高血压，千万不能再受刺激了。雪，只能委屈你了啊。哥，我没事了，我出院我去找我妈。你和风海怎么处理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先都冷静冷静也好，以后再说吧。你们两个在这杵着干嘛呀？上班去，这儿有雪就够了。去呀！不是，我妈，我现在没什么事儿。我也没事。你们没事，我有事。我看你们坐在这儿，我就着急。我不想见你们，赶紧的消失，上班去，快点。那行行行行，那我们上班去了啊。下了班再来看您啊。雪啊，妈就交给你了啊，好好的啊。妈，那我先回咖啡厅了。去吧去吧去吧。走了吗？走。走了吗？走走走走走啊。风海联系你了，你听我的，别往心里去。你说你为风海这样的人搭上条命，你值吗？人家攀高枝去了，不要我。你为他寻死觅活的，你就不亏得慌吗？你还有我，有你哥，有三儿，还有佳慧。你说你要是出个什么事儿，人家那边不知道啊，人家还过着好日子呢。你说咱们这一家子，我们怎么过呢？啊？妈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搁上事儿的。什么事儿啊？都往好了想，往通了想。你说你大哥，啊，不是离了两回了吗？那人家不还是？很坚强吗？婚姻呢，就是找个伴儿，伴儿好了就在一起，伴儿不好就分。老话要么怎么说？强扭的瓜不甜的，知道吗？哦，这我知道了。你饿了吗？你想吃什么，我们给你买去吧。没什么胃口，喝点粥吧。把这个安上，一会儿你看着这个叫护士，能够得着吧？千万别睡过去，你看着那个。啊，不不不，你去吧。千万别睡过去啊。
你没事了？啊，我出院了，没事了。哦，那你这干嘛去啊？你姥姥她想喝粥，我去给她买点粥去。我姥姥她还没好啊？心脏病犯，医生让她住几天院。怎么心脏病又犯了呢？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妈，这不怪你，要怪也怪我爸。妈，你跟他离了吧。我不想离婚。都这样了还不想离？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担心以后的生活啊？没了他你还有我呀，我完全养得起你，你怕什么呀？你跟他离呀。佳慧，我跟你爸结婚20多年了，年轻的时候他好赌博，都快把家当给输干净了，拘留所也不知道进了多少次，我都没有想过要跟他离婚。这次我就全当他是头脑发热犯错误。更何况你爸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，他在没跟我离婚之前，他不会跟吴美娟乱搞婚外情的，他就是有这个贼心他也没有这个贼胆。我想他肯定会后悔，会回头的。妈，别说了，去看你姥姥吧。哎，妈，舅舅他们就是瞎紧张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有一点点喘不过气儿来。你别往这跑，你那工作唱歌不是很忙吗？我请假了，我还宫哪门子做了？您都生病了，我爸妈又闹成这样。你去看你爸了，他怎么说？我压根没给他机会说话。至少我们爱过。
该满足了。